原来童话王国又举行了选美大赛，获得第一名的就可以和白马王子去约会。今天第一个上场的是白雪。哎呦喂，这白雪你怎么钻进泥坑里去了？我听说最近白雪坏得很，我才不会帮助她呢。哎呀，我滴个亲娘耶，你看这白雪脏得像坨奥利给一样，这个白雪简直是太丢人了。哎呀我天，你看她的身上还这么脏呢。一会儿白马王子看见你这么邋遢，肯定会非常嫌弃你的。嘿嘿，马上就到终点了，白雪的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泥呢。哈哈，来来来，白雪，到终点以后你就和这个青蛙王子去约会吧。哇，这不是我们善良的贝尔公主吗？贝尔公主，你放心，我会帮助你的。你看贝尔公主的身上多干净啊，你要躲开这些泥巴，去捡这些水珠，你身上就会变干净的。哟呵，这还有泥巴人在拦路呢，你看穿干净衣服的她可以保护你。哈哈，你看我们的贝尔公主多受欢迎呀。呀呀呀，前面还有这么多的水珠呀，你要全部都给收集上。来来来，你看贝尔公主开始爬楼梯了。嘿嘿，你们底下这些人都配不上贝尔公主，因为贝尔公主和白马王子才是天生的一对。